主萌宠不为人知的 point。哎呦，冰岛唯一原先哺乳动物，哇，冰岛呢，能在-50度环境生存，哇，天哪，完全不怕冷呐！到底换毛期，原本的毛色会转为青灰色，它是熊吗？灰色，青灰色，兔子之类的，嗅觉灵敏但视力不好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熊吧？熊不是闻到人的味道会很灵敏？哎，但它能在-50度，它真的可以冰冷冻库了。真的，对啊，我们的冰库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么低温，冰箱可以。一起来欢迎这可爱的萌宠出场。是什么？哇！是什么？完全不懂。是什么？就带来一堆东西了。这是狐狸狗吧？这是狐狸精。狐狸精，狐狸精，狐狸精，狐狸精哦。这个是成犬吗？对啊，它这是狗。它是什么？是狗吗？这个是雪狐，北极狐。狐狸，真的。雪狐哦，有感应到哦，狐狸精哦，哎，它不会咬人吧？不会，不会吗？很好摸，那我，哦呀，好好摸，真的吗？我哇，它就做成一条披在脖子上，哎，不行啦，不行，不行，太珍贵了。所以这个是雪狐啊，这个很少见吧？雪狐，他害怕了。今天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，说他哦会紧张啊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你头上有一只鸟吗？你知道？有吧？乌鸦有哥哥的吗？在节目上要帮乌鸦澄清一下。好，挖嘴来说，帮他发声。古时候哈，比较穷，他家里面有人过世，就随便这样包一圈。啊，乌鸦吃腐肉，水果，跟昆虫，假货到酒博吧。对，然后就整群会到那个商家的屋顶上面去集合，然后开始叫要吃腐肉。对，所以他是被历史污名化。好可怜哦。他其实没那个意思，只是他的史。对对，所以就这样看看有没有吃，就这样流传下来，说乌鸦不吉利。他其实乌鸦在日本是国鸟。对啊，很多地方。在台湾这边的文化变成说它不吉利，哎，可是它很漂亮，现场看才知道乌鸦啊，乌鸦哈，不比一只鸡来讲差不多多大小，对，而且好黑啊，它这是消光黑耶，很黑耶，黑的很漂亮，乌鸦是鸟类里面最聪明的，我最聪明啊，它飞行高度可以高达6000米，6000米，哎，对，哇，乌鸦会不会讲话？会啊，乌鸦真假？他会讲，他会讲话。毛怪就他的名字就叫旺旺啊，旺旺。乌鸦会讲话，旺旺看他心情啊，旺旺旺啊，旺旺旺旺，哎呦，旺旺旺旺，旺旺在哪里？啊，他现在不想讲。旺旺，给他旺旺，看他，给他吃一下。难怪刚刚在休息室一直有人在讲旺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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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，旺旺旺旺接着。哎呦，你也有失手的时候啊！快大，接一个，接来旺旺，来接一个。哎，哇哦，好准哦！哎呀，哦，哎，没事的，旺旺，你就咬着就好。哦，旺旺，他的名字叫旺旺。哦，哎，这一只是自己飞来的，这一只啊？嘿，对，没有，这一只是。我朋友在山里面，他刚学飞的时候就撞到他家的玻璃。哎呦，玻璃擦太干净，撞到对，玻璃擦太干净。怎么那么可爱的原因？他知道我喜欢养宠物，就问我说要不要养，我说好啊。啊，你就把它带回来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缘分啊，真的，就是想来这边。而且毛色真的很。旁边这一次就看得出，哎，他在吃那个，他饿成这样了。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给他？三千融汇，哎，你好，宪哥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啊，这一次是什么？有吗？是白字碗。浣熊，浣熊啊，浣熊啊，是浣熊，它就是浣熊，可以，可以摸，哎，浣熊哎，它叫布丁，布丁熊，我摸到你，而且它是白子化了，哦，它有它最爱吃的白白的三核桃，你可以拆来喂它。但是我知道浣熊其实是很凶的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好凶嘛，哦，啊，你们可以这样跟它玩，要教育。教育啊，你们不会教育他吗？用爱心去爱他，我们就是从小陪他睡，陪他睡，对对对，他不会那个攻击你们，不会咬你吗？从小不会。我看你呢，不会，要不然你要连手都在剥的。对，我确定他不会咬你。那他会护食吗？哦，我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来，你去告哦。不会啦，他不会咬人。
他没咬过人，这一只很乖。哦、真的、哦，他的手好软哦。那个小丽这核桃都没拍下来。哎，他的手好软哦。啊，你还为他们这些开了一个宠物餐厅啊？对啊，哎，这很好啊，这很好哦，大家都可以来。还有心，很有特别，你看我的眼睛这样，好好玩哦。都在你这个店里可以看得到，就对，可以的，大家也可以看看。哎，两只，这是什么？介绍臭鼬吗？变种松鼠，白面鼯鼠。白内鼯鼠，鼯鼠五季，台湾特有种的白面，会飞的那种，那就是那个台湾原住民的那个鼯鼠，是飞鼠吗？对，它会飞鼠，对啊，飞鼠，那它可以飞给我们看吗？比如说加过来，他说啊，我在网络上有看过，哎，现在可能不行，因为环境高度不够，没有，因为它要够高，因为它是用滑翔的，哦，它只是它这个底下变成。变成一个类似滑翔翼上啊，把它飞行膜拉，因为它有这个飞膜。你看，对，可以张开啊，哇，飞膜是这样啊，所以你们是台湾人文动物关怀协会，对，我们就是没事，集合一些宠物爱好者，然后把宠物带进校园。教育那些教育学生小朋友看呐，要爱护小动物的，对，要跟他们介绍说动物你要怎么照顾啊？对，啊，你要有责任啊。遗弃动物的屯化应该从小就要教育。没错，没错。但是我觉得他有想睡的状态，是因为听你讲话。今天很累，今天比较累啊。他坐一天的车子的。哦，好好好，辛苦了，辛苦。可爱。我们看一下飞鼠会拔河的影片来。想看拔河。互相哦，两只在那里拉来拉去，抢夺那一条绳子，好笑哦。那是他们两个在玩哦。没有，他可以站你的肩膀看。哎，我们都不知道台湾飞鼠才有这么漂亮，哎，很漂亮。对，这个是属于台湾的飞鼠，它称为白面鼯鼠。但是以目前来讲，有很多人喜欢到山上哈，是就直接把飞鼠打下来，打下哈，那你要想哈，吃它肠子的，对了，干嘛那些啊？哎，他们就是有一些人比较迷信嘛，说这样很补了。这个打猎人有一种习惯，繁殖期照样打，那变成小孩子就没有父母养，就这样越数量越来越少。哦，对了，不能全部都打。今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白面鼯鼠是非常难懂的。我们正理市场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抉择尔虞，我们要网开一面。对啦，对，让他们有一生存的空间。那个飞鼠没有几两肉哦。好吃就饶了他们吧。哦，不要夜间没事就到山上。那要吃什么呢？今天我看最大应该就是羊了吧？今天是羊可以吃。危险了 ，Hello， 不要再大便了，要不然可能会。又加码吐水。可以摸吗？可以。那他会站起来了，哦这样。哎，对，就是那只。网络上面的那个。好可爱啊！你可以转到正面，我们看一下吗？观众可以看一下，对，好，好可爱啊！把它转正面，对，啊，最喜欢看土拨鼠那吃东西啊，对，疗愈者，哎呦，好可爱，你这个土拨鼠。你那个太紧张了，好可爱啊！土拨鼠，好，再次谢谢我们正理市场，谢谢。哦，他很热情，难听的，我那么远跑来，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来，后面都流汤了，一只长对啊，乌鸦都快啊，乌鸦也排泄了，拉了一点。来。